Então, beleza.哎，好，哎，大家好啊！哎，我是那个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？我是刮风之天的永天啦，对。然后今天呢，要给大家带的这首呢是，哎，耳熟能详，家喻户晓，我从小听到大的歌，对，从小听到大，对。然后他是李圣，他这个歌唱歌，哎，唱的人是李圣杰。大家觉得我会唱什么歌？痴心绝对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手放开，哎，不是，完蛋，我是唱一个很冷门的歌，哎，没有啦，我要唱的是那个李圣杰的《最近》，大家知道吗？还是我给大家复习一下副歌。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，我却不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有的。哎，想起来了吗？太嗨了！这首歌是一首很难过的歌，大家知道吗？很难过。对，大家先认清这一点哦。好。哎呀，从小听，说到从小听到大，其实吼，我小时候听这首歌，只是觉得它是一个很顺耳的歌。可是，对，到最近的时候呢，对，还是最近，我再重新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听得懂它的歌词了，就觉得啊，这我。那我就来开一下这首歌好了，分享给大家李圣杰的《最近》。想要过你想解释这样的一切，
只是开始，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都早已结束，不想再约束，不要再痛苦，下一次会有更好的进步。这一次我们懂得很幸福，好，那。